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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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啦啦啦乌啦乌啦飘，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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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乌啦啦啦乌啦乌啦飘。小心再出现，不费吹灰之力。左手到右手，继续吹一口气。我爱变魔术，变出神秘礼物。乌啦乌啦 Q！ 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好神奇啊！太棒了！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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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乌啦啦啦乌啦乌啦 Q！ 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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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智慧树星球转啊转，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哎，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快来快来，和道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哇，是铅笔，那让我们来看看绿泡泡会用铅笔来变一个什么魔术呢？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可爱的小朋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小嘉宾叶思源今年五岁，小嘉宾黄雅琪今年四岁。欢迎来到魔法世界，啦啦啦啦啦，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欢迎。咕噜咕噜，绿泡泡大魔术师，今天我们变什么神奇的魔术呀？哎，别着急，小咕咚，在今天为大家表演魔术之前，我想先来问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们，你们说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变色的吗？变色眼镜哦，有的这个眼镜是会根据环境的不同来改变颜色的啊。好，说的没错。黄雅琪呢，你知道吗？有一种动物是会变色的，变色龙。变色龙也是会根据这个周围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来改变身体的颜色，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啊。对，其实说到可以变色的东西呢，有很多很多。绿泡泡大魔术师这儿呢就有几个，你们想不想看一看呢？想。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哎，这是什么呀？杯子。杯子呀。什么颜色的呢？黑色。黑色的。那接下来我要往里面倒一点热水，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变化，好不好？好，稍微等几秒钟。变了、哎、好像变了啊，变了变了变了、哎，看出来了吗，小朋友，有什么变化？啊，我看到了，有绿泡泡。有谁的照片呢？绿泡泡的照片。哇，看看是不是我？电视机前小朋友快看，哎，哇，看这种杯子呢，我想小朋友有的可能也见过啊，里面倒上热水之后，这个颜色呢就会发生变化。本来就是有图案的吗？对，本来就是有图案，但是没有倒水的时候呢，显现出来的是黑色，倒上热水，温度上升以后，图案就会显现出来。还有一种神奇的手机壳，也请大家来看一看。来，谁想来试一试啊？好，这样我们让女孩子先来吧，好不好？把你的手放在手机壳上，放三秒钟啊。来，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会有变化吗？
哇，怎么样？变成红色了。来，把手竖起来，看一看，是不是小朋友的手掌的形状啊？嗯。哎，对了，我们看到啊，刚才不管是这个手机壳还是这个水杯，它都是可以变颜色，其实主要是因为温度的变化，对吗？啊，那既然呢，我们刚才说了，在我们的身边有这么多会改变颜色的动物也好啊，还有这么多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也是跟颜色有关的，想不想看一下？想。好，变魔术之前呢，先来给小朋友们发两支铅笔。好。没笑，感觉像个棍子。对，没有用过的铅笔啊。我家里有这种的。好，思源和雅琪来看一看，是不是就是一支普通的铅笔，对吗？对啊。好，拿起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什么颜色的？告诉我。绿色。没错，就是绿颜色的。好，为什么要给大家多发一支铅笔呢？就是要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不同的现象发生。来，首先，让我们用手把铅笔挡住，挡在前面。好，现在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咒语，一起来说，乌拉乌拉 Q。 好，我请思源小朋友先把你的手轻轻地拿开，露出铅笔，颜色现在是什么颜色？还是绿色。雅琪小朋友把手轻轻地拿开，是什么颜色？告诉我们。还是绿色。还是绿色。好，现在我们数三个数，我也要把手拿开，来，一起来数，一二三。哦，哇，变成了什么颜色？红色。哇，是不是很神奇呢？为我鼓鼓掌吧，小朋友。哎，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神奇的变色铅笔。因为今天我们看了那么多会变色的东西啊，有这个水杯、手机壳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就带来了我神奇的魔术——变色铅笔。你们想不想学？想。好，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让我们一起说：魔香魔香乌拉拉，我是魔香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都在这里。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支铅笔和一张卡纸。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那变这个魔术呢很简单，我们要提前准备好一支铅笔，但是注意，这支铅笔表面上看是一支普通的铅笔，但其实它是一支不一样的铅笔，明白了吗？它两边的颜色一样吗？不一样。其实非常简单，另外的一面我们提前用红色的卡纸粘在了上面，也就是说相当于给它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对了，好，大家跟我学一下，首先拿的时候很重要啊，红色的地方不能露出来。哎，这样离自己近一点，把绿色的地方露出来。小朋友，这个呢是浅色的，你们就把浅色的地方露出来就可以了。来，雅琪小朋友不能把红的露出来，先翻过来。对，然后用手把它盖起来，盖起来的时候在里面我们要悄悄地把这个红色的部分给翻过来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小朋友看，首先展示的是绿色的一面，然后用手挡上之后悄悄地把它翻过来。对，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轻轻地把手拿开，露出红色的部分。快看，铅笔变色了。哎，铅笔变色了。小咕咚，小朋友来，小朋友展示一下，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手打开。好，变色了。来，为自己鼓鼓掌。我们都成功啦，太棒了。我们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小咕咚都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手琪琪有没有学会呢？第一步，在变魔术之前，把一张大小合适的卡纸粘在铅笔的一侧。第二步，
用手挡住铅笔，施魔法的同时转动铅笔，让沾有卡纸的一侧转到前面。第三步，拿开遮挡的手，铅笔变了颜色，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大家好，我叫杨素兰，今年五岁了。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首先，这里有一个铅笔，我要把它变成红色。乌拉乌拉 ，Q， 乌拉乌拉 ，Q。哇，它真的变成了红色！我的魔术表演完了，谢谢大家。好的，我们的小丑琪琪还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这个魔术。今天啊，在场外还有一位大魔术师，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想。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魔棒小 Q。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只要动手又动脑，只要你愿意，神奇的魔术在这里。大魔术师，大家好，我是最喜欢给小朋友们变魔术的大魔术师，这是我今天的小搭档。大家好，我是卢雨欣，今年七岁了。欣欣，你看大魔术师这里有一个普通的瓶子，透明的，还有一把钥匙。我想请你帮我试一下，能不能把这把钥匙放进到这个瓶子里面？放不进去。没关系，大魔术师可以放进去。看好了，仔细看，一、二、三，噔噔噔。钥匙在后面。其实真的在后面。大魔术师是跟小朋友们开个玩笑的。看好了啊，这里呢有一张普通的白纸，现在我要把这把钥匙呢穿过这张白纸，就像这样。大家能不能看见钥匙是不是进去一半了？是。现在请所有人和我一起念出我们的魔法咒语。乌拉乌拉 Q。 哇，钥匙真的进去了，你来看看吧。哇，钥匙真的进去了。今天的魔术你们觉得神奇吗？神奇，神奇，太神奇啦！变魔术，变魔术，我爱变魔术！快来吧，明白。好的，谢谢大魔术师带来的精彩表演。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的也很棒，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提供。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来说：乌拉乌拉 Q， 我爱变魔术。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早上好。早上好太阳，早上好小鸟，我轻轻拍拍脸，伸了个大懒腰。小闹钟早，小拖鞋早，又是开心的一天。早上小牙齿上刷刷下刷刷，白白的小牙齿是我的好朋友。早上好，小脸蛋总嘻嘻又嘻嘻，我
要给小朋友一个大大的微笑。小椅子走，小桌子走，又是开心的一天。早上好，小早餐，我最好的朋友，我爱喝小牛奶，它让我长高的。我最爱吃鸡蛋，能让我很聪明。我要给我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早上好，小早餐，我最好的朋友，我爱喝小牛奶。做工心味浓，摩尔，你唱的是什么歌呀？这个嘛，你来猜一猜吧。我唱的是一种小动物。嗡嗡嗡，嗡嗡嗡。哦，大哥，我知道了，是小蜜蜂。没错，就是小蜜蜂，它可是我最近交到的新朋友哦。哇，那摩尔，你一定知道小蜜蜂的家在哪里了。这个嘛，让我们先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看他们知不知道吧。我知道，蜜蜂的家在高高的树上。蜜蜂的家在房子的上面。蜜蜂的家在很小很小的小洞洞里面。呼呼呼，小朋友们，你们说的太棒了。蜜蜂一般会选择把家建在石洞、树洞还有高高的树枝上哦。哦，树枝上，那多危险呀，会不会掉下来呀？当然不会啦，他们的家可是很牢固的呢。那摩尔，蜜蜂的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你看呀，这个蜂巢就是蜜蜂的家啦。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小相同的六角形组成的。说到这里，可要好好夸一下我们的蜜蜂啦，他们可是天才的建筑师呢。他们的建筑理念就是用最少的材料建造最大的空间。而六角形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中间不仅不会出现空隙，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和材料呢。那是不是所有的蜂窝都是六角形的呀？那当然。哇，蜜蜂好有智慧呀。是呀，蜂巢的设计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奇迹呢。而且这样的设计也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航空等多个领域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你们现在知道蜂巢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了吗？是这个六边形。哇，小朋友，你们真是太棒了。摩尔，这么多的蜜蜂住在一起会不会打架呀？那谁来管理他们呀？当然不会啦，每个蜂巢都由蜂王和许多雄蜂。
他们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辛勤的园丁。哇，蜂蜜！说到蜂蜜，导哥就想起了香喷喷的蜂蜜蛋糕。不行，我要去买蛋糕吃了。哎，真是个贪吃鬼！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千万不要错过。再见。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溜溜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好的，玲玲，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嗯，好的，玲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我叫高一晨，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悯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谢谢大家。哇，好棒耶！太棒了！咕噜咕噜，凡是联系我们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哟。当然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因为在里面啊有很多好玩的内容，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太棒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幺零零零三八信箱，第二份飞箱。智慧树栏目咕咚收，小咕咚收。邮政编码是幺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快点来信吧。好的，小朋友们，再见。